好，同学们，新年到了，我们今天学习画水仙花。水仙花中间有一个花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六个花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然后这个花瓣呢是有一点弯的，这个棍棍。然后再画一朵花，这个花呢花瓣是到上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个花瓣，花瓣上有三个点点，这样花就画好了。然后再画花的叶子，叶子粗粗的、长长的，三、四。五、然后再画一个花盆儿，然后再涂上颜色，然后现在去涂颜色。